凉面、皮蛋豆腐还有竹笋，如果在嘉义，老板都会淋上一汤匙的白醋焙醋，吃起来生丁生丁，架杠嘉义味。不过却有网友po文，请我爸帮我买北醋，然后买了土里的沙拉回来。阿爸，我需要的是白醋啊！网友留言：老人家脑中的北醋没错，你爸嘉义人吼，北部人叫做沙拉酱，曾经买错被阿妈骂过，实际来到嘉义的商店。老板，有买北醋吗？有啊，不知道。北醋？有啊。老板娘想都没想，直接拿出沙拉酱。而另一间，一般我家问过，伊是要做凉拌啊，是要煮菜。北醋到底是啥货？在嘉义人眼中，生醋就是一般人称的白醋，北醋是沙拉酱，是在地才有的称呼。因为是嘉义的特色。北醋叫啥货啊？30几年了。北醋两个字，在嘉义是沙拉酱，别的地方是白醋。网友po文引发热烈讨论，北醋、白醋，一秒认出谁是嘉义人。记者侯冠王、舒宏嘉义报道。